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健身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酒本的播展。那我现在人在 COC 台湾世外桃源，就是乡间小径他们的部落。那听他说他们前两次的播展打得还蛮精彩的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一次呢，他们是对到一个十级的部落，那这次是平手，感觉是双方势均力敌啦。那我有看了几个打得还蛮不错的，那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阿军。阿军是他们的四号，所以是打对号。这是他们四号的配置，是十够久。那对手算是一个蛮久，两个联盟是对空，然后双方等级还没有到特别高，十级而已。那这种阵型，用十够球来打的话呢，并不会到太难打，只是防空要处理掉两个有点难。所以你今天要打这种阵，要处理他们的防空的话，通常只能打掉一个，但是运气好一点是可以打到两个啦，不过通常都只能打到一个。那最好的点应该是从上方这个点打会比较好，因为上方可以清到女王，然后一个防空法斯塔又可以清到一个吹风机。那如果女王给力一点的话，往右边走还可以带掉一个连弩，这是最好的状况啦。所以我觉得从一点这个位置进攻可能会比较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要怎么打。那对手是有攻击小屋在外面的，所以要召集弓箭手去清。那对方墙壁还蛮薄的哦，都是八级墙壁。那他是先用弓箭手去清外面的弓箭小屋。他选择是从十点的地方打，这点地方打其实还蛮贪心的，他应该是想要跳下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清左边跟右边防空，然后他是带双石头。那法师书上带了很多，那这样边边的话，我觉得清的还蛮干净的。哇，他没有带炸弹人 ，OK， 他没有带炸弹，然后跳跳是直接下在外面。如果带炸弹人的话呢，是可以直接炸进来，然后跳跳下在比较里面的位置。那他没有带，那就只能下在外面这边。那么对方前面是两个电塔，对方援军是狗，其实援军是狗，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，蛮好处理的啦。因为顶多就女王被牵制住，蓝胖那些是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。好，这边已经打掉一个防空了，然后男王跟蓝胖继续往前走，因为对方墙壁很薄，所以男王压个技能一下就拆光光了。那你看到他这样前置就打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所以墙壁真的是还是蛮重要的啦。然后女王也射掉第二个防空了，哇塞，你们看到他直接把第三个防空也给爆了，莫名其妙就爆了第三个防空，所以对方只剩下一个防空，哇，这个太屌了。然后开始下加速，你看这个就是蓝胖立大功，也没有到立大功啦，他就算蓝胖今天没有打到第二个防空，蓝胖没有打到第三个防空，也是可以打出一个漂亮的三星，很厉害。只是他没有留球，不是没有留球，他没有留法术。那这边的话就要下黑球去挡一下法斯塔的伤害，然后下一个黑球，这个处理的不错，整体上打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啊。我们加速看完，然后留一个黑球去做最后的清边。我还没有放黑球，应该可以放在这边右下角这个地方。三星厉害厉害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啊，现在看第二个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刚才看的这个是对方的九本嘛，那他要盖点弩，然后现在来看侦查就好。这个是对方的五号，那对方五号是一个十一本，不过他没有盖地狱团，没有盖连弩，也没有盖大雕，对，都没有盖，只有三个王嘛，王等级还蛮高，20、30跟19级。那不过他防御度还蛮低的，而且比较关键性的建筑都没盖出来。不过他竟然是五号，所以这个可以给一些想要练 PA 宝宝的参考一下。今天你就算没有盖连弩、地狱塔，还有大雕，那你把一些其他的比较匹配值比较高的法斯塔迫击炮盖出来，匹配值还是会被匹配到非常的前面。那你看一下，这是五号，我们来看一下六号，这个是六号的，他要盖连弩。那刚才那个玩家呢，匹配值竟然比这个有盖连弩的九本还要高，还蛮让我感到意外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是六号的，那六号打的话也是对号，是部落战神打的，双方都是中国部落啊，台湾人是吗？米米俱乐部是台湾的部落吗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反正不管，
这是对方的阵型，算是一个蛮久的墙壁呢，几乎都是九级墙，大部分应该说是三分之二是九级，三分之一是八级墙壁，连弩都是对空，迫击炮没升，没有升起来的迫击炮，双方等级十五级，比该高一点点，那吹风机拖在里面，所以从这个阵型要打的话，你要用空军部队打，从左下角会是比较好的位置，因为从左下角进来的话呢，你这边下跳跳，这边进来。然后下跳跳进来之后，大概下在这个位置，这边女王也会被男王直接打到，因为女王会吸被吸过去，所以女王也很好清，然后又可以清掉双防空。然后呢，这边清完之后，上面的防空也有机会可以打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落战神他要怎么打。然后他下一个风宝宝在这边清旁边的建筑，其实下苍蝇也可以，下风宝宝是清比较快。哪有效弓箭手？我发现相见他们的部落的人啊，好像都比较习惯先下弓箭手去清后面小屋。然后看一下石头，打法是石狗球，然后援军的话是耀蓝胖，是单石的石狗球。好，边边其实已经清的差不多了。好，炸弹炸开，这个炸弹炸的位置挺漂亮的。然后下双网，援军等下就放出来，蓝胖放出来了。然后下跳跳，来我暂停一下。他跳跳是下在这个位置，那我觉得下在这个位置并不好，他其实可以下在这里啦。我觉得下在这里比较好一点点，下在这边有点浪费。他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清掉双皇空跟女王而已。我觉得下在这边可能会比较好啦，除非他的用意是想要让部队打完之后往这边走，除非他是想这样子啊。这样下在这边的话就没问题，但我自己是会想要下在这里。那我们继续看，对方援军是女武神，还有飞龙宝宝，两只女武神、飞龙宝宝跟几个哥布林，好下了一个五级毒，好下狂暴，男王等下压技能了。其实我自己男王血量大概剩下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会压技能了，这样子狂暴可以比较早就吃到，然后到死掉，因为男王技能的狂暴效果其实还蛮差，那你等男王快死掉再压的时候，大概他就再活个三四秒钟，然后就吃那三四秒钟的技能狂暴而已。那你早一点压，那他就早一点有狂暴的效果。然后他开始下狗，是逆时针的放过去。你看到他这样子放的话，他刚才是跳跳放在这里嘛？不，错，他跳跳放在这里，那就清掉一个防空。如果他放在这里的话，女王就会上去，上去的话就可以清掉第二个防空。他这样打的话，二狗就会打得更顺畅一点点。然后狗全部爆开，那我也是三星打的，也是不错呀，很厉害，厉害厉害。然后这个是不落战神打的，那我们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要看的是对手米米俱乐部打的，我看到七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这一场是对手打的，是米米俱乐部的快手对上 K 加大院，七号打七号也是对号。那 K 加大院他的防御比较弱，两个连弩是三级，一个三级，一个二级，都是对空的。那援军的话是还蛮好赢的，比较好赢。那他的其他防御呢？有些有升起来，有些没升起来。墙壁大致上都是八级的墙壁。快手他的打法是天女流的女武神，然后有带两个黑胖，我们来看一下他黑胖要怎么用。他先下三只猪去打法师塔，顺便引出援军，看一下能不能打掉法师塔。感觉是打不掉，哇，差一点点打不掉。往下天女，然后再下一个毒药，下双毒。他其实这边早一点下毒药的话呢，就不用下到双毒。那他的胖子是拿来帮法师扛伤害的、哦，其实用飞龙宝宝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啊，只是清比较慢而已。就看大家想要怎么清，用飞龙宝宝会比较省人口，因为只要十人口而已。他下一个胖子后面跟两三个法师，空间数量就差蛮多的，就有更多的变化，看大家想要怎么清。那这边进来，好，女王快没血，下了一个狂暴，这没问题。好，吃到连弩伤害。那看他这边想要怎么下，好，下了一个男王，援军是要蓝胖也放得出来。
瓦兰胖一个欲擒故纵，走进去又走出来，然后再向法师去亲下面的边跟上面的边。那这样子，上面跟下面的边边都已经清掉。通常这种回字阵啊，大家的清法呢，其实清法有很多种啦。那他这样的清法就是女王清上面，自己的男王男胖清下面，那中间会下跳跳，女武神走进去。那这样清的话呢，是 OK， 是 OK 的。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好，先下一个女武神，他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。我再暂停一次。他先下一个女武神，先去判断说他的女武神会不会直接走过去拆墙壁。不过因为上面还有加农炮啦，所以女武神还是大致上都跑上去。所以他发现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下了一个跳跳，很聪明哦，还蛮厉害的。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如果女武神一开始就直接走进拆墙壁的话，跳跳就可以省下来，可以放在出去的位置，这样就可以控制整体女武神的走向。然后进来下了一个狂暴。那等一下会再下一个补血哦，对方墙壁很弱，转了个不到一秒钟就拆掉了。那因为对方这种阵就是引导流的回字阵啊，这个缝缝都有放弹簧，所以女武神只要绕着外面呢，就很容易被弹簧弹掉。好，我们加速看完。那你看到他的女武神几乎都被弹掉啊，然后剩下一些些，这边是剩一只，对，一只而已，就最后就靠天女去收尾。那这样加这种打法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风险，如果天女的天使呢太多只，在一开始就被炸弹炸掉的话，他这样子最后顶多打到 80% 破坏率就 GG 了，因为女武神会被弹簧弹掉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。然后有三星打的也是不错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波战啊 ，COC 台湾世外桃源的，来看一下米米俱乐部他们是不是台湾人好了。欸，是欸，他们也是台湾人，呵呵，嗨，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的波战啊，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提问。好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